怎么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朴总，我申请调职。你想调去哪儿？离你越远越好。好，那就酒店公寓的物业。接受。微光轻轻落向时间的涟漪，某颗温暖瞬间在心底亮起，某个慢慢靠近身边的声音。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，即便我是领导，我要用你的人脉，那也是你的价值。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，一里一外，给你做了一个局。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，这有错吗？ Don't cry, don't cry, don't cry, don't cry, sweetie. 可奈丹尼斯那边停职了，说是要调回瑞士总部去了。丹儿，你至于练这么狠吗？你想得到的都得到了，你干嘛呀？得好好锻炼一下，准备迎接下一场硬仗。那你确实得好好锻炼锻炼。哎呀，你那点小心思啊，全都败露了。你对陈欢那点的那个好感呢，全都降没了。你确实得好，哎。你确实得好好刷着分了，你。哎呀，哎，这位先生，你别告诉我这是准备送给程欢当做补偿的。拜托，大哥，你别把这件事情当成是男女之间分手去处理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对程欢可比你对之前那些个前女友要狠多了。你看 ，Katrina 又给介绍工作，又给介绍资源，程欢呢，你直接给降职了。从酒店到物业，这落差也太大了吧？不然让他继续留在波提切利，别说流言蜚语。哦，那姚总的意思，你是在帮程欢了？哎，那咱也不至于把他给弄到物业去吧？之前不是给他介绍过那种活少钱多的地儿吗？他不需要，正好让他积累积累。弹簧压得越低，跳得越高。那边住的都是高端住客，人脉广，资源多，让他好好积累积累，拓宽眼界。啊，那姚总确实是有先见之明。只可惜呀，你想得远呢，人家未必能理解到你的意思。走了。请问是张经理吗？你是啊，你好，我是从波提切利过来的麦承欢。啊，我知道你，背锅侠嘛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个人啊，说话有点直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来来来，先进来，进来。小王啊，哎，新来的啊，麦承欢，你好，你好，我都记下来。来，这是你工位，东西放这儿就行。好的。虽然啊是一个集团。但是呢，我们这边干的是辛苦活，跟前面的养老酒店啊，它不太一样。嗯，你刚来啊，心里难免会有些落差。你要有什么想法，你就及时跟我说，好吧？不会的，张经理您放心吧，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努力工作的。行，那走，带你去看一下你的战场。好，走。一楼呢是前台大堂和公共接待区，顶层啊就是咖啡厅和酒吧。我们这里呢，中间的楼层是客房，每个管家负责两层，一共16个住户，要做到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。一对一定制服务，简单说吧，就是满足每一个租户啊他们的个性化需求，你得跟他们做朋友。平时呢，除了要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，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。你得让他们对你的服务挑不出毛病，才能按时交物业费嘛，对吧？明白。
些衣服送去干洗一下，别弄坏了啊。好的。帮我遛下狗，别让他们打架啊。往这边再走一点，来来来。谢谢，没事，他们不咬人的。陈女士，陈女士，哎，您回来啦，你想死妈妈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啊，行，我没什么事儿，你回去吧啊，陈女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刚搬过来，不行吗？你不是一直住酒店吗？这一层你管的。嗯。过来帮忙。真是够倒霉的，又碰到。好了，杨先生，您的灯我已经修好了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么着急？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？没有。姚先生，我分管十六户，并不是您一对一的秘书。如果您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还有，麻烦您在 APP 上对我本次的服务进行点评，谢谢。哎，饮水机好像有问题。好的。姚先生，每天我们公寓会给您送水，您不用自己买的。嗯，我喝惯了特定的水，习惯了。那您知不知道，您特定的水是不能加热的，一旦加热，矿物质结构会堵塞饮水机。解决问题，能不能搞定？明天我会把柠檬酸带过来，给您彻底的清洁一下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姚先生，您看看您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坏了吗？我一并帮您修了吧。应该没有了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麦晨欢，我会给你五星好评的。我相信不管是秘书还是管家，你都能够胜任。你这是打我一巴掌给我个甜枣是吗？你可以这么认为。姚志明，之前的事情我不想提了。我既然现在来到了公寓，我就会踏实工作，从头再来。至于你，我希望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也不必要这么假惺惺的关心，我不需要。好，但你以后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。不必了。上一个职位给我的职场忠告就是，不要随便接大饼，尤其是领导以及客户的大饼。哎，再给你个忠告，最后一次，记得从客户最需要最紧迫的事上下手。你是管家，别什么都做。谢谢。陈欢外表看起来比较柔弱，但是内心刚强，要体面的。你这么对他，就等着吃苦头吧。